完蛋。逮捕令！你胆子太大了！放开我！别拦着啊！让他抓！硕大无比的黑洞，多深？张峰跑了，你可够黑的！我受够了你对我这样的折磨！来呀、啊！全部开枪验货！不干灵魂！你死了，我现在就是个罪人。我这次是免费辩护。你太天真了，这小子有问题，犯的可是死罪。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是，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屁要放。为什么呀？事实的真相。什么叫犯法？谁让你们？想拿我的儿子开刀，这帮王八蛋没看错。不是，蕾蕾，这是你哥哥。怎么，还在生你哥哥的气啊？其实我不说，你应该了解。只要是你哥哥答应你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的。我不想你们两个人，因为一个流氓的事情，而把关系弄僵了。蕾蕾，你知道吗？在你哥哥的心目中，你是最重要的一个。蕾蕾，给你哥哥一点时间吧。现在是他最艰难的时候，刘振汉也在逼他。蕾蕾，你说我们不帮助他，还会有谁能帮助他？可是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骗我。我觉得我这次回来，他给我的感觉跟以前太不一样了。蕾蕾，我想你哥哥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而且他过一段时间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解释的。跟我比起来你已经好多了，你看看你这么年轻，又有你的事业，还有爱你的人，你不应该因为一点小问题而失望，你说对吗？刘队，屋里好像没人，我们进去。哎，注意安全。你们自己小心。好嘞。
刘队，我们进来了，暂时没发现情况。一楼没有人，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痕迹。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有没有人现在起居的痕迹？啊？屋里好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你们继续上二楼看看，仔细检查。龚倩，上楼看看。好。王明，你过来看看。怎么了？怎么了？你等等，你在这里。刘队，一楼沙发发现血迹，我们现在上二楼。你们自己小心。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刘队，二楼三间卧室好像也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了。仔细观察每个角落。嗯，尽量找出有价值的线索。怎么办呀？就没别的线索吧？龚倩，啊，过来看看，这是什么？这好像是子弹孔。你看，这是64式手枪子弹头。哼，刘队，二楼卧室发现64子弹头一枚。赵世刚肯定被他们杀人灭口了，弹孔分布在楼上楼下。这帮人简直是畜生，连畜生都不如。行，立刻封锁整个别墅区，赶紧调技侦骨干过来勘察现场。啊，是是。张总吗？我是阿三。贺清明已经进了办公大楼。好。
好，我知道了。你累了是吧？也给我坚持住，密切注意他的动向，有情况立刻汇报。哟，小贺，你在啊？啊，今天下午你开会啊？开完会有什么打算？哎，对了，好几天没活动了。今天下班以后，我让张峰安排一下，怎么样？哎，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下班我就来接你。肖云柱的事儿跟你们说了多少遍，怎么现在还没办好？别急别急，放心，这回应该是万无一失。我等你的万无一失。可就是刑警队这边压力越来越大，还有那个贺清明总是捣乱。我说是不是跟老爷子说说，让他那边给点压力。皇上在那儿盯着呢，现在没来电话就说明还没有动作，不过期望值不要太高啊。我的意思是，反正这个事儿老爷子已经知道了，他应该明白，万一出事儿的话，倒霉的是咱们呢。不一定，老爷子在前面顶着呢，有这么多人顶着呢，所以一旦出事儿，最难堪的是这些当官的，懂吗？所以跟他们早点谈谈，叫他们心里有所准备，也好替咱们想办法。那老爷子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吗？那就要看皇上的了。师长，您想想，现在省委组织部正准备把您提到市长的岗位上，而且您肯定也听说了，紧接着明年就有可能把您提到省里去工作。我想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您高升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明宇一旦出事，肯定会有人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到时候省委领导会怎么想，肯定会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您的头上了。养不教，父之过嘛。我想说句公平的话，明宇这些年为天都市做了多少贡献，您是主抓经济的，您非常清楚天都市的经济增长在全省都是排第一位的，这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龙腾的贡献是最大的。您说明宇这样做不是为您着想吗？你说的这些那也是事实，但是他走什么私搞什么赌场吧，走私这种事情那得看钱是装到谁的腰包里，如果装进公家的腰包，我看就不叫走私嘛。至于说是赌场嘛，那刑警队不是已经查了吗？不也没查出什么吗？您放心，明宇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怎么做。再说我一直听说明宇身边
那个副总张峰，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经常打着明宇的旗号干一些坏事情。啊，是吗？怎么，您没听说吗？有些事情明宇根本不知道，都是这个张峰啊一手干的。这倒没什么，我倒是觉得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不要让有些人利用明宇这件事情兴风作浪。你说会有人利用这件事情？当然会有。那是谁呢？庞天月。现在关键是要找到赵志刚，找不着赵志刚，那地主张峰证据不足。是这么个理儿，看来一定要找到赵志刚，还不管是活人还是尸体。刘队，昨儿我见着贺清明了。哎，他怎么说？特别奇怪，昨天他突然打电话到队里找我，约我去酒吧见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什么东西难道没有啊？没有，贺清明好像不敢拿出来。那为什么？我和他刚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张峰突然出现，他好像早有准备，根本就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和我们坐在一块儿。张峰这混蛋昨天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贺清明的胆子特别小，我看得出来，贺清明一见着张峰立马就慌了手脚。庞头，我怀疑贺清明在这次汽车走私案里头可能也不干净，有什么把柄让张峰攥着。贺清明要是想向我们提供龙腾集团汽车走私案的材料，那对我们的破案进程是太关键了。庞头，要不我现在去海关先把贺清明保护起来。慌什么？上班时间张峰能干怎么样？你想，你和贺清明约会的时间地点张峰都能知道，那你现在去找贺清明，张峰肯定会察觉，而且也会防范。哎，你看这个走私案啊，湖畔的女尸案，还有别墅区的赌场案，这三个案子都指向了龙腾集团。所以我想这三个案子不管哪一个线索只要有所突破，都对我们破案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不对？对。眼下嘛，我觉得关键还是赶快找到赵志刚。那哎，剩下时间可只有七天了。刘队，外面有位女士找您。雷雷，你上这儿来了。震撼哥，我找你有点急事儿。来，上办公室来。是不是在讨论我哥案子的事儿？这是工作的时候谈这个不太方便吧？坐。振汉哥，你们到底想把我哥怎么样？现在不是我能不能把他怎么样的事情。雷雷，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振汉哥，如果还有回旋的余地，你能不能再好好想一想？回旋余地，回旋余地就是我不干公安了，我回渔村去打鱼去。雷雷，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应该知道明宇做的事情，至少知道一些吧。雷雷，你自己说，明宇做的事情，国法天理能容吗？
震撼哥，我哥具体做过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可是我了解我哥这个人，我想他不是个坏人。不是坏人。走私的涉毒账，腐蚀拉拢干部下水，甚至什么杀人灭口。杀人灭口一点都不夸张，杀人灭口。最近天都市发生的至少两件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明宇的影子。震撼哥，你真的搞清楚了吗？正在立证据。震撼哥，你一定要搞搞清楚，如果真的是像你所说的这样，那到时候我哥会怎么样？那我父母会怎么样？那我该怎么办呢？振海哥，我记得在我父亲被打成右派的三年里，一直都是我哥带着我，我们两个什么苦都受过了，捡过破烂，偷过别人家的东西，每天晚上只有他抱着我，我才能够在冰冷的路上睡着觉。后来我们两个流落到海边，是刘妈妈收留了我，从此我又多了一个亲哥哥。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受过这么多的苦，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快点长大，长大以后就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可是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为什么我们要互相折磨起对方呢？昨天晚上我爸住进了医院，今天早上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一下老了许多许多。我父母已经在天都工作了几十年了，难道你就真的忍心看着他们的一世清白就这么付诸东流了吗？张涵哥，你真的忍心亲手把聂明宇送进监狱吗？我不相信。张涵哥，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人头落地吗？我想你不会的。太冷了，哎，我求你了，啊，咱痛快点行吗？要杀要剐，干脆点。这不干脆的来了吗？今天我是给你送衣服来的。哎，张总吩咐过了，让你换上衣服，然后去见见聂总。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换上衣服吧，我们在外面等你。哎，光你们俩回来，马炫和唐文军呢？哦，他们俩在别墅留守呢。对对，我们发现了两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哦，这套房子房主啊叫杨丽丽。嗯，您猜这个女人她是谁？别绕弯子，直说吧。她是张峰的情妇。嗯，耶，这个张峰那他狐狸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是啊，对呀，啊，还有啊，这个别墅啊一直就是空的，嗯，可是前两天却突然搬进了一家人。对，而且据物业说啊，
他是房主的朋友。我们根据录像监控发现，张峰的汽车从12月7号开始频繁地出入这个小区。对。那正是周黎明和王芳被杀的第二天呢？对啊。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赵志刚杀人后的第二天就被秘密转入这座别墅，他的家人呢也马上被转移了进来。张峰的轿车最后一次进入小区是什么时候？是6天之前。嗯。还有杨丽丽她一直住在别的别墅里边，可是这个以她的名义买的这套空别墅里边呢，我们却发现了弹头和弹痕。对，咱们可以以这个理由控告杨丽丽非法藏匿枪支罪，来个秘密逮捕，然后我们顺藤摸瓜搞定张峰。等等，让我再想想，这杨丽丽一失踪就必然会引起张峰的高度警觉，然后就会导致聂明宇和张峰的出逃，这样一来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小田、王一斌，你们俩在秘密地潜入杨丽丽的房间，争取找到赵志刚的下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直接逮捕张峰。好，那我走了。行，那我们走了。刘队，聂总，这位是公司新招聘的保安部经理夏云柱。过去的事儿我就不想再提了，你自己心里明白。现在你给我做事儿要小心点。工资是多少？1000。听说你家里不富裕，给加500吧。好，带他到队里去看看，和大家认识一下。哎，谢谢你啊。我觉得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像这种人倒是应该利用一下。是啊，他跟我是仇人，可是他目前最大的仇人是刘震撼。哎，小贺，怎么样？到哪去了？我刚从码头回来。啊，怎么样？最近工作的还顺心吧？怎么说呢？来了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到力不从心，而且感觉特别累。哎，小贺，最近看过女儿吗？我闺女现在学校有老师和同学照顾，我挺放心的。哦，小贺，这我可就要批评你。工作再忙啊，自己的女儿总是要顾的，是不是？对，多抽点时间陪她多玩玩啊。你做爸爸的都不关心他，龙腾集团的聂总倒是总提起他。刚才我给张峰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说今天要去看他。什么？你说他们要去看丹丹？是啊。哎呀，现在恐怕已经过去了吧。我打听一下，你看到贺丹丹了吗？你去篮球馆看一看。好，谢谢。老师，你看到贺丹丹没有？没见到他。这个学校还有别的运动馆吗？你到那个馆看一下好吗？好。
一样，你看。爹，爹，快快快，看看这个东西。怎么？过来看一看。赶紧抓紧时间看看啥东西。你快下来呀！我说拉呀。快，你下来呀！你下来。说咱们这一带走私特别多，说不定他们抛到海里的货，如果是真的哈，咱们就发大财了。是吗？打开看吧，爹。不就打不一样吗？记着。打开吧。哎，打开吧，老大。打吧，打吧，打吧。谁？打开。哎。一把刀，哎。来。来。哎，打开，来。刘队，找到了。什么找到了？赵志刚已经找到了。赵志刚在什么地方？你们算什么本事？我问你，张峰在哪儿？丹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有事儿说事儿，少跟我动粗的。你别跟我耍流氓，我现在不怕你了。你告诉我，张峰在哪儿？丹丹在哪儿？我说赫哥，您今天这也太夸张了吧？您说你有什么事儿，您不能好好说吗？动这么大气干嘛？你别给我来这一套，赫哥长，你找我吧？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小瑞，注意点态。张总，我没怎么着呀。来，这边说，来，喝着。这整个疯了，这样。哎呀，没想到贺科长还真的发火了啊！哎，怎么着？张峰，你们以为抓到了我的把柄就可以制约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挑明了吧。我要状告你们龙腾集团在天都市的所作所为。啊，别说我是缉私人员了，就普通老百姓也会像我这么做。你们想阻拦我，来吧，但是别拿我闺女当挡来。你要敢动她一根毫毛，你相信我，我杀了你。哎呀，其实这个知识分子要是发起火来也是不得了啊。老实告诉你，这事情都怨你自己，能保护好你女儿的也是你自己。张峰，告诉我，我女儿在哪儿？放下。小瑞，这是干什么？你想让贺丹丹成为孤儿吗？啊！贺清明，你可真是一介书生啊，糊涂！难道你真的不明白，这很多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呀？啊！李明宇在哪儿？问得好。你现在就跟我走，我让你看场戏，会让你感到惊奇的。不过，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何清明，我就不明白这个东西，它是你玩的吗？啊？要是喜欢，就拿走。走，走，喝茶。为什么不在这地方？别紧张，这不就是个体育馆吗？丹丹在哪儿？一会儿就能见到。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上课？刚才在干什么？我找你一天，你看你像话。寇科长，别生这么大气，吓着孩子。丹丹喜欢篮球，是我带她来的。你忙啊，根本不了解你孩子想干什么。好了，不打扰你们父女俩团聚了。啊，贺科长，记着，别把人想的都太坏。再见。喂，大爸，你呀、啊，我和你妈都商量了，过两天是我的生日，我们准备拉下脸来，请刘正汉到家里来吃顿饭，好不好？谢谢你爸爸，上次的事儿我向你道歉。算了，你毕竟是我儿子嘛。你看，是你去请的。还是我们去请啊，刘振汉啊，还是您请吧。啊，生日我肯定过去。好，那就这样了。老爷子要请刘振汉，那不正合适吗？
去求刘振汉，去求他帮忙。去，怎么样？丢你面子了。可是你本来就需要他的帮助啊！你丢下这么大一烂摊子，爸妈怎么办？嫂子怎么办？我怎么办？好了，我看你是疯了。从尸检情况看，死者致命伤是在胸口，两粒子弹直接射击胸脏，这是致命伤。死亡时间呢？从尸体状况看，应该在10天以内，而且有冷冻的痕迹，似乎先被冷藏在冷库之类的地方，最后抛入大海。对，由于尸体是被塑料布层层包裹，而且在海水浸泡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所以他们的脸部侵蚀的还不是特别厉害。看来张红这帮人真是要狗急跳墙了，他们现在可是无法无天啊，刘队，还等什么呀？等着他们把证人一个个杀光了，动手吧。就是啊，刘队，你该有个决定了。我这得找局长去。接着干活。哎，王队，你看一下，子弹取出来了吗？取出来。